godlike. Monster kill. Hey, 各位亲爱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桑恩。今天我们来的是体力，终于在台服上市了，以及呢它的新造型缤纷独角兽。那这一首呢，我们先来看看从它的获取方式开始好了。售价呢是金币20888点，或者呢590点赞。不过呢目前有优惠，如果用点券直购的话呢，只要90点，是非常便宜的价格。几乎是半卖半送，有点逼你出资的意思。不过呢，我猜应该大家都有用不完的金币吧。玩了一定时间老玩家呢，金币都会很多，多到溢出来。那再来我们介绍一下体力的玩法。体力英雄呢，定位是射手，以魔龙路为主。如果打野的话呢，也可以。不过呢，会牺牲掉我们二技能的特性。闹事呢，可以同时攻击多个目标。而且呢，命中多个目标的话，伤害会变得更高。体力呢，就有点像机动性更高的勇，是一个直线贯穿很强的。不过呢，勇是定点站桩射击，而我们体力呢，是可以一边输出一边移动。普攻手感很好，跑速也很快，很适合边走边打。开启二技能呢，还有攻速加成。二技能是速度加成的，跑速攻速都有。那一技能呢，是我们的开战技能。可以对范围内的目标呢，最多5个造成伤害。如果范围内呢只有一个目标的话，会全吃。不过呢，伤害是会递减的。一技能主要呢，除了伤害之外，我们要就是要标记效果。标记之后呢，有缓速可以让我们风筝敌方，而且呢还不会损耗我们二技能的层次。也就是说呢，基本连招很简单，开启二技能加速，一技能命中之后呢，狂普攻就对了。普攻的时候呢，要记得你要注意一下，要往前走还是往后绕。最后是我们大招，大招呢是个全图技能，真的是跟勇十分的相似哦。大招呢是我们的斩杀伤害，有附带斩杀效果。如果命中敌方英雄单位之后呢，会往回飞，造成更多的伤害。以英雄难度来说呢，相信大家很快就可以上手了，算是挺简单的，手感也不错。而优势就是呢，我们非常的暴力哦，伤害很高，而且呢速度还很快，可以风筝敌方，也可以追着敌方砍。不过我们的缺点也很明显，虽然我们跑速很快呢，可是没有位移。再来呢，我们的手是偏短的，以射手来说呢是偏短的，而且呢我们也没有硬控制，他跟拉维尔这个英雄呢各有长短了。拉维尔强是强在呢伤害非常的稳定，而且呢大招有一个硬控制很强，还有二技能免控自保能力。体力英雄呢，我们有玩过他，也有试过跟他对，他是敌对关系，就是我们玩打野的地方玩体力。告诉你个秘密呢，体力十分的好抓，你不管玩哪个打野呢，体力都很好抓呀。主要是体力呢没有类似拉维尔的免控护盾，他唯一的逃命手段呢好像也没有啊，二技能加速而已，一个红 buff 呢就把他缓住了。所以呢，体力是一个进攻性能很强的英雄，不要看她是一个可爱的声光女英雄，其实呢她非常的残暴，开大招呢还说把命留下，其实是把秘密留下，可是呢她练得太快了，有点像把命留下，很腹黑很残暴吧。那估计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送头体力啊，当你的队友。一来呢大家首先不太习惯她的技能组，或者不太了解，我指的是你队友玩的体力，自己大招配上了受伤的敌方的莉莉安。再来呢，体力本身是没有保命机制的，所以呢很容易被抓，就是如果敌方稍微针对一点呢，体力很容易被针对，主要是手短的关系。它有一点像一梗式的一技能，如果呢有东西让我们攻击的话，我们的普攻呢就会扩散到后面，贯穿到后面的目标。所以说啊，如果有一个前排坦克给我们丢的话呢，我们的攻击是可以扩散到后面的。
解释为什么呢？体力的预设树桩有龙骨这样。那这一场老实说呢，我们使用的就是官方的预设推荐树桩，树桩顺序呢是跑速侠、龙骨剑、圣剑、东日战斧，然后诚心，最后一件我们出的是复活甲。而这一套呢是我觉得比较合理的出装。一般来说呢，这样子出的话，射手输出才最大化。这套出装呢可以给绝大部分的射手使用，像是凛凝啊、拉维尔啊，还是任何你想到的靠普攻暴击吃饭的射手。召唤师技能的话呢，带起走或者瞬移也可以了。瞬移的话呢，保命力更强，有瞬移的话很难死。不过疾走的话呢，进可推，进可攻，推可守。守的话呢，如果被缓到、被疾飞到的话呢，也是挺麻烦。不过的话呢，带疾走，我们的进攻能力会更加夸张。如果我们开启疾走呢，敌方是那种，比如有多打扫的时候，或者敌方状态不好的时候，敌方是不可能跑得掉的。带瞬移的话呢，敌方还有机会跑掉。所以呢，要带哪一个就见仁见智了。那这边回到游戏的实战解说，游戏时间十分钟，差不多中期。中期开始呢，可以看得出我们伤害已经有了。如果呢单纯一个目标的话，我们伤害还可以接受。可是呢，只要有一个以上的目标，让我们的二技能贯穿，那伤害会十分的可观。手短是我们的一个硬伤，如果呢我们要走过去去点敌方的射手，而敌方射手又是手长的，像是特尔啊、勇啊，甚至呢像是哈亚的一技能，如果我们要走过去点射手的话呢，很有可能我们还没走到就死掉了，本身也是很脆皮的。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官方的出装要出冬日战斧。不过呢，如果在射程内我们可以连到敌方的话呢，比如一技能成功命中之后，那我们的伤害呢确实也有机会单挑打赢。以进攻的方面呢，体力是很残暴的。这边呢注意走位了，敌方呢又有那个雅雅，不管是谁呢，赵云的弗洛伦挂着雅雅过来也不行。那这里我们队友被敌方集合了，不过呢我们有回身收回一个打野，还可以接受。弗洛伦过去抓敌方的体力，不过呢敌方的雅雅救下了他，最后呢让敌方体力活下来。刚刚一套爆发下来呢，体力就剩一小个血而已啊。那如果没有雅雅的保护呢，体力会直接被秒掉，可以看得出来呢是挺脆皮的。雅雅呢可能是跟他双排了，全程都黏着他，所以呢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可惜是刚刚呢我们已经用掉大招了，敌方呢拆了我们的中路高地，不过呢人要留下。那刚才看得出来呢，敌方体力普攻维持，我们只要稍微的拉开超出他的射程，他就没办法做什么事情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呢要出疾走，如果他有疾走的话呢就可以追上来，没有的话呢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主兽压制飞走了。过来吃个凯撒，单体伤害呢也是有了，当然呢没有其他的那么夸张。我们最擅长的呢还是直线贯穿，同时攻击多个目标。哦，有没有注意到呢？我们复活甲还变得更好看了，我们身上呢有那个类似星星的脸像。OK， 收了弗洛伦，下路进攻。魔神凯撒已经放在下路了，那这场基本上呢就可以赢下来了。这时候呢我们身上有复活甲，除非呢我们冲进去被赵云抓，不然应该还是稳赢了，敌方还是少人的情况之下。先清兵，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光是清兵呢就打残了敌方的雅雅，我们的攻击扣杀呢还是很可怕的。稍微的拉一下，那这里的敌方体力只能往后拉，虽然呢他还跟我们保持距离，可是没关系啊，
我们什么东西靠近打什么，比如打噪音、打珠宝，那就够了。最脆弱的珠宝，游戏结束。以上是带体力的实战解说。总结呢，体力这个英雄，进攻的性能呢，还有追击能力都很不错。团战呢，小团大团尤其亮眼。不过致命的缺点就是呢，非常容易被抓。如果你玩打野呢，不用想什么抓体力就对了，非常好抓。基本上体力是没有任何保命能力的。那我是三，感谢你收看了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